出道超过20年，李冰冰不仅获奖无数，也成功进军好莱坞，是观众们心目中公认的实力派演员。日前，她受邀出席了纽约时装周活动，久违的公开露面。当天，李冰冰身穿一袭酒红色礼服，搭配一头大波浪卷发，身上没有太多的饰品点缀，看起来十分利落大方。期间，她与男星费翔以及南韩女星 Crystal 同框，三人的超高颜值以及不凡的气质，仿佛就像中世纪贵族一样，让这组难得的同框照立刻掀起热议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今年已经50岁的李冰冰，脸蛋和身材都维持得很好，与28岁 Crystal 同框时，几乎看不出来年龄的差距，引起不少网友大赞，美女们的合照真的好养眼，这才是娱乐圈该有的颜值啊。Bye.